红寿年间，传南海有真龙现世，明帝得知此事，动用国榔造浮船，挥师南下，水师危如山丘，乘风破上不知十几万里，只为抱水寻龙，护佑江山。 小兔崽子，天天泡这百节破玩意儿，害得我做噩梦。表哥，三月份开张还挺火，我要是老板，早让你走人。受第九号热带风暴的影响。 南太平洋沿岸将遇及，我是干野外生存的，不是野外作死。不是，表哥，我跟你说，有关部门已对该海域展开密切监测，同时，哎，你给我关了干嘛？没听见里面有商机吗？商机？你先看看这起商机啊，房租、电费、水费，再这么下去，没等就别人自己先饿死了。 知道什么是野外生存专家吗？就是在城里活不下去。你干嘛去啊？关门！指教。不好意思啊，您是？周老师，不是说好了不见面的吗？吴英雄。
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这是一种漂浮岛，又叫幽灵岛，会随着洋流改变自己的位置。从1362年葡萄牙舰队在太平洋第一次发现它开始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幽灵岛一直在大洋中飘忽不定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需要一个领队去幽灵岛，你是最好的人选。难得我还有入选的时候。10万，定金。事成之后还有10万。找东西还是找人？是我父亲。这几年，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，来证明幽灵岛的存在，甚至预测出它出现的时间和位置。随后组织了一支科考队伍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。但由于不明原因，已经失联6天。你爸当年说我不务正业，他这不也挺能折腾的？吴英雄，我没时间替你在这冷嘲热讽，你只需要告诉我去还是不去。事实上，我对这个项目付出了那么多，它就是我的全部啊！啊？什么？撤资？现在不能撤资，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哎，喂，喂，喂，你是吴英雄吧？传单开会。我是周万里，这里十分危险，不要接近这里，不要靠近。校长，快跑！从这条信息可以断定，岛内一定存在某种危险。某种危险？说得太轻松了。我说甲板上那些家伙为什么全副武装？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陈良，我父亲的学生。是生物分类学和古生物学的专家。冯骥，是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师，可以提供技术上的支持。肖雄，本次救援行动的安保队长，负责保障救援队的安全。所以只要薪水加倍，否则面谈。没问题。另外，如果让我知道你们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我就立刻终止合作。我说呢，我们 don't know what's going on. There's actually a lot of baby frog around. I will go to see the ship engine. You go check around the ship, or if it's working or not.
方瑞，你看，寒武纪的远古生物。寒武纪？还有那些，卢木、北内苏铁和风翼木。科考队发出的信号源在什么位置？向西15公里，河流上游的方向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先沿着河流向上搜索，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落脚点。我不同意。水源地是大型生物出没最为频繁的场所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科考队遇到的危险到底是什么。另外，我发现这里的土壤中混杂着某种动物排泄物的气味，这个味道我从来没闻过，所以我建议避开水源。方瑞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错过近距离观察这些远古生物的机会，当然了，也会错过了搜查科考队的线索。但是有枭雄他们在呢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我们到底是救援队还是观光团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他们在，找到科考队的同时保证安全，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。行了，我们就沿着河岸走，能最快的速度到达信号源头。大家小心点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不同意。反对无效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，有很多没有见过的植物。如果只是植物还好，万一有什么大型的猛兽，我担心那几个家伙根本就顶不住。你以为我为什么找你来？这就是你该解决的事情。哎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我刚才给你建议了，可你连话都不让我说完。不是你父亲失踪，你当然不着急。你的解决方式就是绕路，你还真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遇到事情就想着逃避。当初你玩失踪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能不能理智点？当时要不是因为你爸，当时我等你就是个错误。找你来，也许更是个错误。哥，你不会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吧？哎，等等我呀！好美啊！快跑！
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急救医生，你这学难度比别人大太多了。行啊，哎，梁小姐，叫我林家就行。哦，林家，吴专家冒险回去，就是给你取这些东西。别乱动，这些都是救命的东西。这个叫肾上腺素，能把人从濒死的状态拉回来。哎，那给我用一点。你以为谁都能用呢？肾上腺素对使用的剂量要求非常苛刻，稍有不慎，反正要你的命。要不你试试？哎，不不不，我就算了。不用。别动，你死了，我还得多付一份抚恤金。大全。大全，大全，楚帆，你的人怎么办？我的人不用你管，我的人只有保护和死两条路，剩下的看他们自己的造化。伟哥，别打他，你冷静，再打，别打，别打。黑子，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听见啊。什么声音啊？有东西吗？有啊，是你吓尿裤子的声音吧。表哥，
这难道是恐龙骸骨？我想，这里亿万年前一定有大量的恐龙生存过，这个发现一定会震惊世界。要是有活着就更好了。你们的专家都这么丧心病狂的吗？休息五分钟，谁的注意警戒。慢点，慢点。这是科考队的小张。活着，但多处脏器遭受猛烈撞击，全身多处外伤，并引发严重感染，需要马上治疗。李医生，请你一定要救活他，他一定知道都发生了什么。我会尽力的。这就交给林家吧，我们再扩大一下搜索范围，看能不能找到其他人。他们离开这个营地的时间应该不长，今晚就在这里扎营吧。医生，医生，小张他怎么样了？刚注射了抗生素，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具体什么时候能醒，还说不好。你辛苦了，去休息一下，这我帮你看着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随时叫你。那谢谢你了。这个指南针，是我和我媳妇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她送我的。长得比你好看多了，守着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不在家待着。我得了脑癌，大夫说最多半年活头。其实死神对我还算不错，
起码来之前跟我打个招呼。人这一辈子其实特别短，经历了今天这些，我真怕明天这一切就结束了。如果说这次有谁能活着离开这里，肯定是你。所以我希望，如果即便最后只剩你一个人，也能把任务完成，这样他们给的抚恤金应该够我老婆一个人生活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都能活着出去。小张，是我，你放心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恐龙在哪？小张，小张，小张，小张。是活的吧？卓力在哪里？程，楚教授，楚教授在哪？楚教授在哪？卓力在哪儿啊？小程，小程，卓力，卓力还活着。不好了，小程出事了！听我说，实在是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他突然就不行了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叫林医生，他就不行了。吴英雄，能让小张安安静静的走吗？走吧。这里都是瘴气，大部分是可燃气体，一旦发生燃爆，谁也跑不了。就这道招，连命都不要了。
干的呢？没什么。跟着。快，别跑。方蕊，咱们距离信号源的直线距离还有不到5公里。好。怎么了？有东西。地方等我。吴英雄，
生存着大量的史前生物，方然，如果我们能带更多的人来的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？吴英雄，表哥，我们怎么办呀？谁来救救我们啊？快看那边！我宣布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接下来的路会更凶险。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，所以谢谢大家一路陪我走到这里。现在退出的话不算违约，酬劳和抚恤金会如期付给你们的，你们不需要把命搭在这儿。你想好了吗？我已经决定了。是留是走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继续走下去了，我付他双倍报酬。你真觉得你一个人就能找到你爸？我尊重大家的决定。我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做到。确定是双倍吗？确定，双倍。那我也没问题。不过，根据仪器显示，由于洋流突然发生变化，幽灵岛正在朝我们预期相反的方向发生运动。如果咱们不能在24小时之内找到周教授回到船上，那咱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拜托你件事，我不想带我妹妹去冒险，你们先回小艇上。如果24小时我们还没回来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如果24小时我们还没回来，你们就先走。剩下的人，我们出发。
我始终觉得你们那个同事有点问题啊。你是说陈良？他不过是对古生物比较痴迷而已，他最近向实验室申请的几个项目都被驳回了，所以在这里的发现让他有些兴奋，这很正常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跟他的关系就只是普通同事，你不要多想。哎，我说的其实也不是这个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那天在找到了。就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。你在附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。这里有个山洞。这应该是几枚大型恐龙的蛋，我要把它带回去。陈良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老师，这个地方安全吗？这附近长满了有毒的棕叶蕨，不管什么动物啊，都不敢轻易靠近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爸精着呢，比咱们强多了。爸，吃点东西吧。啊。我还不饿。老师，您这么多天是怎么过来的呀？科考队进岛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有一套独立的史前生态系统，高兴得不得了。
没想到第二天就遭受了恐龙的袭击，结果他们……爸，由于我的鲁莽，当时害死了科考队很多人，也应该偿还。没想到既然你们也来了，难道没收到我的警告？就是因为收到信号，所以才知道你大概位置。胡闹！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周教授，方瑞也是担心你的安全，要不然我们犯不着大老远跑来。我们家的事，外人最好少插嘴。老师，我们来的路上不光看见了恐龙，还发现了很多很多大型的灭绝的那种史前生物，我觉得这个发现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。不是，可是老师，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不仅仅是只有钱。陈亮，老师，我只是不想让那些科考队员白白牺牲。够了，大家都别再说了，我现在只希望你们能平安的回去，都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爸的脾气一点都没变，这么大岁数还是喜欢到处折腾，还好这次我在。可是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陪着你吧，除非你不再是我爸口中那个外人，咱俩再谈你说的那个除非。放心，我答应你的，都给你。你许给我这么多钱，就为这么一破本啊？这里边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前所未有的发现，我们就要发财了。给我钱呢？货呢？小熊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爸的资料怎么在你这儿？你别伤害他！你别伤害他！你在装什么愣子？看到方蕊了吗？没有，陈良、萧琼也不知去向。我的背包不见了，
的资料。我爸对你那么好，你这么做还是人吗？你对我好，他什么时候当我是他学生了？他要随便把我申请一个项目，还至于这样吗？啊！这是我的背包，资料不见了。恐龙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是恐龙单翼。霸王龙的嗅觉是特别敏锐的，尤其对这熟悉的气味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应该是陈良，他劫走了方蕊，还想置我们于死地。怎么回事？方蕊怎么了？别管那么多，请离开这儿。别再给你打理去。别动。听他胡说，你让他说完。不是，他就是在挑拨离间。你让他说完。小雪，你听我说，恐龙的嗅觉非常灵敏，就算是五公里之外，他也能准确知道恐龙蛋的位置。陈良带着恐龙蛋，霸王龙会一直追着我们不放的。说什么呢？啊，别动！我俩的事儿还没完呢，
救救！这些弹的价值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要么报复，要么死。我的人有两条路，老子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报复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，我必须得活着出去。所以，你只能出去之后再死，懂吗？懂吗？方瑞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想杀人，是他逼我的。放开他！方瑞，妈，陈良，放开我女儿！你过来，我就弄死他！你把包给我拿过来，拿过来！你要不想让这东西碎了，给我，就先放开他。我说三个数：一、二。怎么样，方瑞？走，没事吧？住手！陈良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一直想独立完成研究。如果这次能将恐龙带出去，我的研究一定会震惊全世界，我也就发财了。现在就差一步了，就差一步了。你们现在谁也别想阻止我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陈良，高科研不是为了钱。老师，陈良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冲我来！不许挡我财路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
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他还活着，快看！你这次不会让你等太久。
在我们地球上还有很多未知的岛屿，有些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还在不断的形成或者消失。在茫茫大海之中，以我们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，都很难踏遍地球的每个角落。这座岛屿啊，应该是受到磁场的干扰，使得卫星无法探测到，因此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状态。苏教授，没想到我们这次误打误撞，反而发现了新大陆。是啊，很可能我们这次的科考成果会改变许多原来的科学结论呢。是。我怎么觉得这里怪怪的？怪什么呀？你啊，就是胆子太小了。你才小。这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，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啊。苏教授，搞学术方面您是专家，但安全方面你得听我的。迅猛龙，这是迅猛龙啊。黑子，听着，坚持住，快醒醒，你不能死啊，小王。苏教授，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，房和车是必备的。放心，我绝对照办。来，就何须伤感受，不要那么伤感嘛。该见的总是会见的。这车子和房子上得加上我的名字，逢年过节我爸妈的红包也不能少。
那彩礼怎么说啊？我爸妈生我养我不容易啊，彩礼总的也不能低于50万吧？50万呢？要不跟你妈妈商量一下，15万成不？15万？我们一年多的感情啊，难道我们的感情还比不上这点钱啊？这话不能这样说呀！是，谈生意就谈生意嘛，谈什么感情啊？哎，你这个人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文文，我说你有毛病吧？吓我一跳！哎，你不知道飞机上是不能打电话的呀？我这可是卫星电话，不懂不怪你啊！贫穷限制了你的认知啊！哎，你有认知？你就这点素质啊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像一个神经病！你看看他，结婚的，放回去。谢谢。飞机遇到气流出现颠簸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大家坐回自己的位置。先生，请回到自己的位置。慢点。立即申请飞行高度。收到。怎么这么大的磁场干扰？机长，无法联系到地面。机长，我们偏航了。立即启动手动驾驶模式。是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各位乘客，由于飞机故障，机舱失压，请大家戴好氧气面罩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because of the aircraft failure, cabin pressure release. Please wear oxygen mask. 我就不应该带你回去见我的父母。保持吸氧。飞机为什么还在不断上升？飞机正在上升，氧气会越来越稀薄，机舱里的氧气根本支撑不了多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先生，请您保持冷静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！我要见机长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快戴好氧气面罩。你赶紧坐下，听从机组人员的安排。兄弟。你很棒，跟棒槌一样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滚啊！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大家要相信我们的机长。
的飞机呢？先起来，起来。醒醒！醒醒！醒醒！别摇了，我都试过了，这些人在飞机上就已经死了。我们能活下来，已经是奇迹了。醒醒！别摇了！快醒醒！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吗？你知道这耽误多大的生意呀、啊！妈妈，我要投诉你们呐、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干嘛呢你？这里有怪物！快离开这儿！快走！坐着干什么？不行，不了。자전에봐봐요鲨鱼，跑不动了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我们怎么跑也不是个头啊！要赶紧呼叫救援队来接应我们。你打一个试试，一点信号都没有，你打得出去吗？你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一座无人岛。我目前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再想想办法与外界联系。哎，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？对啊。有没有信号啊？这玩意行不行？你这不会进水失灵了吧？不会，我这卫星电话是防水的，不可能。
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只是我一个人。救我！救救我！快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我走不了。老夫你。有动静，是文文的声音，他还活着。文文，走，去看。文文，烧的呀！哎，先找个地方，给你出俩伤口嘛。这只怪物肯定是根据声音辨别范围。那这里太危险了，咱们赶紧走，走！我不走，我听到文文的声音了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快走！即便他还活着，也肯定到树林里了。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！这太危险了，快走啊！我又不是医生，为了救你差点命都没得了。还有啊，这一路拉你过来，哪个晓得你恁个沉嘛？什么东西泡水了不沉啊？哎，你轻点儿。你还轻点儿，还轻点儿嘛？你凶啥子嘛？我哪儿凶了嘛？是，你没凶。喂，喂。搞什么？文文还活着，文文一定还活着。哎，快过来啊！刚才啊，我接到一个神秘的信号，真的。哎，他们通缉我们啊，在24小时之内到达岛屿的南边。到时候又传来接应我们呢，然后信号就中断了。我们现在得想办法确定通往岛屿南边的方向啊，南边。南边，南边在哪里啊？谁有手表？借我用一下。我这有。来，把手表放平，将时针指向的数字除以2，得到的数字对准太阳的方向。这时12点钟方向就是北方向。没错。从我们身边的椰子树来看，树冠茂盛的方向大部分都处向那边，所以啊，应该那个方向就是南方。要走你们走，我不走。人啊，这一辈子啊，不怕路途遥远，就怕前面有荆棘。你们这是要穿越整个岛屿？你们知道这个岛屿有多大吗？一天的时间能赶得过去吗？可能吗？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以赶路为主。对啊，说不定在路上就能碰见贾文文。走吧，走，走了，走啊。没什么。文文，文文，你在哪儿？
什么动物呢？问问，这不就是一副骨骼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从这个骨骼形态上看，应该是一副鲸鱼的骨骼。鲸鱼？这怎么可能是鲸鱼的骨骼？这里离我们走过来的海岸线已经很远了，总不可能是他自己游上来的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走，这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走了。文文，文文，文文。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得出那是一副鲸鱼的骨骼？我父亲是古生物学家。文文，我们没走错吧？还以为是野兽了，原来是两头蠢猪啊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是。感谢老天爷，感谢老天爷！哎，你受伤了？我的脚，我的脚，我看看。还有别的人吗？只我们两个。行了，我们赶紧赶路吧。行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我边走边告诉你们，走吧。哎。慢点！哎，那些救援队是咋回事嘛？救不了这边来接我们说。哎呀，走都走不动了。你有点常识好不？那是大船，这边水域这么浅，能靠得了岸吗？也有可能是这边水域礁石太多，或者是因为水里面的那些怪物，他们根本不敢过来。感觉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岛屿。哎呦，这和其他岛屿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赶快走啊！小心！能不能收下再走嘛？小心！走不动了。大家小心！我觉得这片树林里面有点不太对劲。哎，你不要黑我嘛！哪里不对劲啊？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啊！你们听，什么声音？这树林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请你别动！不要黑我！啥东西？也不是出了毛的野鸡吗？不不不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他们是恐龙。恐龙？这绝对是恐龙。而且这些小家伙应该是美颌龙。你是不是在飞机上大脑缺氧影响到你的智商了？恐龙那早在6500多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叫那么大声，就算恐龙不来了，猛兽也给你叫来了。你害怕你不叫？这啥子恐龙嘛？哪能跟我们人类比嘛？地球存在了40多亿年，恐龙在地球上生存了1.7亿年。相比较，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但是，恐龙和鲸鱼。就不是一个时期的生物。刚才咱们在树林里看到的那副鲸鱼的骨骸又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觉得这里不能再久留了，
我们赶紧走吧。大家听，好像有东西在接近我们。快点！你的灯好的，跟着！快！救命啊！不要走！站起来！快！啊！救命啊！我！我林子里头，快！小心！我死！爬不中了，真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回到侏罗纪了吗？那些东西不是都已经灭绝了吗？没事。你们跑哪儿去了吧？我叫你们摆着，才知道恐龙死了。你还活着啊？你们都不等一下我。没有恐龙跟上来吧？没有。我还以为你被恐龙吃了呢。我从小就命硬。就是运气不太好，我们能活着已经很不错了，啥命运不命运的？这天快黑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。我们现在哪有时间休息？前面的路还不知道有多远。
我看这丛林里更不安全。要不我们返回海边，沿着沙滩绕过去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一开始给我们确定方向的是零，现在又提议让我们绕回去，沙滩就安全了吗？现在不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行了，这样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到前面去探一下路。老吴跟你一起。你也休息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那这没事吧？啊，是不是口渴了？这地方估计不好找水。给，那是我的水。不好意思，兄弟，谢谢了。来，喝点水。你个锤子！慢点，这是最后一点水了。慢点。我喝你点水怎么了？我喝你点水怎么了？要得嘛！照这个龟速度啊，我们恐怕一天都走不到那了。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呀，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必须舍弃些东西。舍弃些东西？你想舍弃啥？啊？遇到事情就你跑得最快。你的命是你的命，我的命是我的命，我跑得快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南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来见我们，现在还是个未知数，一个破信号你就信了？哎，李老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真的？这连美女说话都不敢。江宇，江宇，放下去！救救我，小妹！你们看到有一个人吗？下去！是考古专家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啊！我父亲呢？我父亲还活着吗？他还活着吗？告诉我，他到底还活着吗？你父亲呢？迅猛龙！快走！走！快走！
父亲也是被他们害死的。这个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恐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不安全，快，你们跟我走，走啊！走，走，走！不是来接我们的。四秒钟啊！外面有刹车，快点放下去！你们怎么不管我？更快点，我腿麻了。这座岛屿是由于特殊磁场和洋流环境导致形成的。这些因素使这座岛屿与世隔绝。你们的飞机应该是受到磁场的干扰，而导致坠机的。你装神说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是穿越了噻？现在是侏罗纪时代吗？严格意义上讲，是地球形成之后中生代的第三纪，白垩纪，也就是续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。那些恐龙是哪来的？由于这座岛屿的特殊性，岛上大量完整保存着恐龙基因。他们利用这些保存下来的恐龙基因秘密研究 DNA 克隆技术，并成功复生了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6500万年的恐龙。你的父亲，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们现在就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南边海岸，除非你们穿过岛屿的中部。岛屿中部都是大型食肉恐龙聚居地，能穿过去也是九死一生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留在这里才是等死呀！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你们就走吧。好，你们谁相信他的话谁留下，我不勉强，谁不信跟我走。小坚，你不是说要跟我走吗？走了。我说了吗？你小子命硬，跟我走运气不会差。对不起大家了，我们俩走会更省事啊，免得某些人影响我们行进的速度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个岛上能接收到求救信号的就是这帮没人性的雇佣兵，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岛上的巡逻工作。为了掩盖他们在这个岛上的秘密，他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活着离开这座岛屿的。那也是我唯一的出路。走。不是，李老板，走！哎，快跟上，很快就到了。我啥子时候说我跟你走了？这个重要吗？马上就天黑了，赶紧走。李老板，要不然我们还是等到天亮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恐龙系昼行动物，他们白天出来觅食，我们要趁着天黑恐龙都在睡觉的时候赶快穿过这片树林。你唬我，我又不是没看过探索发现，那些吃肉的恐龙啊都是夜游生。需要开光吗？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山洞吗？回去更是死路一条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那么穷吗？就是总抱着坐以待毙的想法，从来没想过重新开条道路。
醒醒，醒醒！那人不见了。谁不见了？明涛，明涛。天亮了。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你冷不冷啊？有什么不对劲的？现在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先在这儿休息。安全了吗？那个人都在这儿生活了这么久，他就不想回去啊？要我看，那个姓罗的肯定有问题。那姓李的说话也未必可信。还没跟上来吗？海涛，等等我，我现在跑不动了。当时打卫星电话的时候，我们谁在现场？一个都没有。怎么的谁了？要不你去看看，我给你点后啊。你怎么不去看了？快去啊，去啊，去啊。站着点！要不得，要不得，啥都是犯法的。小钱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有钱呢，带我回去，我给你们钱，给你们好多钱呢。
知道其他人。带路。亲爱的，你是不是渴了？嗯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去弄点水回来。我去吧。你留在这里照顾他们。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哎。谢谢啊，你小心点。放心吧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前面就是一条河道，沿着河道往下走就能找到了一个山洞啊。他们都在山洞里。应该不会吧？
下面呢。如果那么容易走的话，他又何必在这里待那么长时间呢？嘘，别说话。怎么了？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，够仗义的吧？你们看，我都把谁给带来了？你们都收拾收拾，跟我们回去吧。想找，那就永远留在这里。
留下来照顾他，我去救苏家。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想在哪里见过？我知道你们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离开这里。你知道就好，我们的目的就是守住这里的秘密。救救我呀！恐龙来了！撤！快撤！快点，快跑，快！韩信就在前面，你带着他们往那边转过去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来引开他。等我。走。
查了，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船能够过来。我们回来，我们的阴谋我们肯定会被公布于众。在这个岛上的罪行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们我现在就送你去告发。我们对不起了。大爷的，可以啊，小子有两下子，也今天给你好好玩玩。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，只要没人能离开，这里就永远都不会有秘密。你们为了圆一个谎言，用另一个谎言去掩盖它，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，你们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你们会遭到报应的。一个也是傻，两个也是傻，这已经不是循环了。没事吧？在这儿等着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火的，我们将会离开这里，而你将会永远留在这里。Oh.